你们好吗？好。怎么只有这边有声音？你们好吗？好。嗨，你们怎么看我本人好像有点吓到？本人比电视漂亮一万倍。谢谢。这边的朋友说你都没有照顾到他们。Hello。嗨。今天很开心，因为本来前几天一直下雨。是啊。很担心说完蛋了，下雨天会不会没有人来？结果。好险今天天气很好，但是就是太阳大了一点，所以你们要记得喝水。我不希望看到你们昏倒，这样凯乐会心疼哈。对，而且凯乐，我们今天非常的难得哈，因为请到你这个我们贵宾来到这里，谢谢。所以我们生宝的董事长也来到现场，凯乐，你最近应该非常的忙吧？看你那个代言节目，通通接不完啊！没有没有，谢谢。最近就是录影，忙着录娱乐百分百，还有时尚玩家。之前那个时尚玩家来录影的时候，也有经过新爵江，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吃的，很开心这样子。哇！然后还有之后会有在新的工作，希望大家可以那个支持我这样。有没有掌声啊？哇！谢谢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凯乐，可是听你这样子哈，又是录影啊，又是有新计划，平常应该超级忙吧？真的蛮忙的，因为有不管是外景啊，还是棚内的录影，有时候一进去录影，收工了出来，天都黑了。哇塞，听说录到三四点都是常常有的哈。有时候有时候。嗯，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应该刚刚有看到我们 Sample Star 的舞蹈，我们知道你也是很喜欢跳舞的。还有时间做舞蹈练习吗？就比较没有时间可以上跳舞课，因为工作太忙的关系，然后连逛街的时间也没有，好可怜，好可怜。那台下的其实大家都愿意买给你啦，没关系没关系，谢谢。但是我一直看一个白板，好感人呢、哦。哇，可以举一下吗？他写凯乐我爱你啾，而且感觉你是不是哪个明星来就换哪个名字？不可以哟、哦，只有写我吗？只有学你，很好，拿回去凯乐拿过的护背起来，好不好？好，真的是。对，那我们就说啦，凯乐这么的忙，没有时间买东西出来，都已经天黑了。但是那现在其实大家都常常用网购是吗？有，像之前我就一直很想要得到一台那个空气清净机。有一阵子那个流感很流行，不然就是空气品质很差，很恐怖。那如果你在外面，你没有办法就是控制。可是我想说，在家里，我希望家里的空气品质可以好一点。是，可是出来就店都关了，因为工作到太晚，太恐怖了。对，所以就一直得不到空气清净机。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这种通常只有 Seven 啦、全家可以用哈。那如果说这样子得不到空气清净机该怎么办？因为便利商店又没有卖空气、对呀、所以我发现有一个网站很棒，就是不管你是在台北、台南、高雄还是美国，然后什么时间24小时，只要你有手机或者是电视可以上网，就可以买东西。哇，就是它，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请把眼睛当当当当，百丽是百丽是购物中心。很方便哦，连刚刚我们凯乐说的空气清净机都有吗？有。哇，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不止凯乐说的空气清净机有，我们时尚美妆，像我们凯乐很重视时尚搭配，上面也有，对，美食料理也一样，通通都有，卫生纸什么生活用品也都有，全部都有。而且凯乐听说你今天要送给大家很多礼物哦。哇，送给跟你挥手的人吗？来，大家都要挥手了，是不是？挥一挥，挥一挥。今天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们扫一下那个 QR code， 是的，对，然后呢，登录你们自己的资料，然后登录完成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得到47寸的大电视，也有可能可以得到我就是快乐冠军那本书的，而且我在上面有上面签名。哇，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一定很心动，对不对？一定很想要。那凯乐呢，我们现在带大家一起来做看看，好不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手机拿好了哈，来，今天呢我们凯乐刚刚有说，请帮我们看一下两边的电视荧幕。第一个就是要第一个扫描，对，扫描 QR code。 电
二个就是填中奖人，也就是你要参加抽奖你的资料咯。凯乐的话当然就填简凯乐，对对对，或者是简志明，就我爸爸都可以。好，看你礼物想要送给谁就填那个人的资料。对，如果你们要送我也是可以填我。我就是在等你这句话啦。没有啦。好，有电视，有我们空气清净机，有刨冰机，对，很多，还有签名书，还有快乐冠军签名书。是，来，第一步骤扫 QR code， 第二步骤填资料，第三个呢就是帮我们的声宝之星 Sample Star 按个赞，按个赞。那如果说有抢先预定的话，当然就有更多的礼物可以带回家咯。没错，超心动的，希望你们可以得到47寸的大电视啊。凯乐自己家的电视是几寸？哦，我其实真的搞不清楚。总而言之就是很大很大超大电视要送给有照我们凯乐刚刚这么做的好朋友哦。没错。好，那我们先送一点奖品给台下的好朋友好吗？好，好，来，